苏金昌哦，昨暗已经明确拒绝做副手啊。今日伊一透早就落南陪民进党分林镇镇长补选候选人江水燕去菜市拜票。面对着媒体问伊讲，即民进党副手人选的问题，苏金昌是无愿意回应。民众哦，正热情苛刻，伊嘛笑笑无讲话。中华地方基层即马对即民进党副手的人选是认为蔡英文那是甲苏金昌较配，即赢面会较大。不过确实哦，是苏家全基层的。赶快来收听。非常骨力，握每一双手，一礼拜六就要进行园林镇长补选。苏金昌在八点半就陪着民进党候选人江瑞彦伫菜市啊扫街来拜票。民众还搁咧苦劝伊做蔡英文的副手，苏金昌是笑笑无会回答。你敢要做副总统？笑赢啦！做副总统？来哦，来哦！不论媒体安怎问，笑笑的苏金昌有着候选人来拜票副手的问题，伫八号暗时啊已经公开表示无要做了后，或者是苏金昌依然坚持无爱搁做任何的回应。局长觉得？哎呦，来哦，来哦！拜托，拜托！来哦！哎！蔡英文就找无，地方上非常的烦恼。苏金昌甲苏家全伫基层拢有因支持的人。比较支持苏贞昌，哎，啊，他个人的魅力在，不管是在北部或中南部的话都不错。苏家全呐，伊那倒烂啦。苏家全，伊少年人靠魄力啊，比迄个苏贞昌哦，感觉佫再靠魄力啦。新行政院长苏金昌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拒绝担任蔡英文的副手，地方上操盘政治人物态度嘛对咧明确，强调讲女主角的魅力有够，男配角只是加分的作用。主角的话应该是在总统嘛，那副手的话当然是要有选一个有加分的啊。蔡英文跟苏嘉全来讲，彰化县我预估应该赢十万票没有问题的。地方评估讲，苏金昌的执行力强，个人的魅力嘛高，怕选战是事半功倍。李苏家全顶一届伫台中市长五度的选举，干那输国民党儿子强一点点啊，也伫中部经营一段时间，对未来总统大选可能出现决战中台湾的状况，应该是相当有利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